大家好。现在是夏天，大温地区天气非常好。我今天去梳理是Fraser River 边上的一个小公园，叫 Tannery Park，在这个公园周边漫步一下，拍了一些这个公园的一个美景。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视频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今天在梳理 Fraser River 这个河边一个小公园 Tannery Park 里面漫步了一下，拍了一下这个视频。那么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、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